是建议哦，你们可以慢慢学会学会程式啊，程式这边就是可以直接按一下按钮，有没有？它就自动的完成啊，它这边有个清除，有点像是一个互动，按下它自动就完成。那但是这个地方哦，有几种方法，你这个东西哈，其实有开发人员里面的话，所以后面还会讲到开发人员，因为如果你每次重复的事情都还要再来一次的话，其实也还蛮浪费时，所以已经快一点了，但是还不够快。如果你希望把所有东西一键完成的话，那你可能需要了解所有的开发人员的剧情，它里面有所谓的录制剧情。什么叫录制剧情哦？就是把你滑鼠键盘的所有动作都记录下来，下一次呢，再把你一样的滑鼠键盘动作再帮你重复再做一遍，这个就是剧情所做的事情。那背后的话呢，实际上对应到就是 VBA 的程式啦。OK，那它也是一种 VBA 程式，只是说这种 VBA 程式哦，是 Excel 自动帮你写出来的。可是哦，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写出来的那个程式相对的比较冗长，而且有些程式不见得我们会平常会这样写啦。只是说它的方便说，如果你不会写 VBA 程式的话，它可以帮你产生的意思哦。哦，那至于要怎么做，这个我看，因为今天时间讲可能来不及，这也许下一次哦，我们再来讲。所以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哦，也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做 VBA，或者你可以到YouTube 上面去找一下啦。其实现在网络上哦太多这相关的影片了啊，你可以再把什么叫 VBA 的相关概念哦再了解啊。那我们刚刚的结果，如果我今天哦，刚差别是按下自动完成啊，这个就自己要输入公式，下一次又要再输入一次。还有呢，哈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公式其实太冗长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换第二个方法，方法二。所以请各位啊，把这个工作表，拖拉加 Ctrl 键，拖拉加一个 Ctrl 键就复制的意思，有没有？再把这个复制一个，就是拖拉加上 Ctrl 键放开，那这边的话就会跟它这个是一模一样。我把它改一下，我如果换另外一个函数叫 test。txt，text 顾名思义就文字哦。好，如果我今天呢不用像 rep 加 len 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哈，我把这个范围的公式再把它整个清掉了。清掉的话，我建议是先选取 Ctrl Shift 向下，按 delete，这样就清除了哦。你不要傻傻的，我是建议啦，这个可以学起来，你不要这样傻傻的选取，那按 delete 哦，游标放这里，Ctrl Shift 向下，就是意思就是。Ctrl 就向下啊，选到最下一列，Shift 是选取，再按 Delete。好，那我们重新再来过。如果我今天呢，我希望换另外一个函数，那个函数它可以做到什么呢？它可以帮我把格式哈转换直接变成三码。那它的那个 Format Text 啊，实际上就是000啊，主要是利用类似有这种概念，选取这两个，按右键储存个格式。啊，储存格式里面的话，你可以自定哦，自定这边可以输入三个0000，意思说帮我变成三码，按确定，哦，这边哦，数值自定三个，那按确定之后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哎，这边会变成什么0084，你哎不就我们要的吗？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哦，刚刚按右键储存格式哦，那个只是格式改变。但实际上有没有改变呢？其实是没有改变哦。那个，哎，那为什么？差别在哪里？基本上就是说，它只是表面上让你以为你是零，就是三码，实际上还是储存七。可是你想说，老师，那我有没有方法哦，可以把那个格式变成真正的资料呢？哎，可以，就是用什么？用 test。啊，怎么做哦？我示范一下给各位看哦。你可以插入函数，在旁边练习。我先把这个取消掉，Ctrl Z，恢复哦。如果我要真的变成三码的话，你可以用什么文字类里面有个叫 test 函数，这个函数非常非常的重要。value 的话就是把84给它。format test 哈，记得哦，先双引号两个，两个之后的话呢，里面再放什么？放三个零，双引号，移动到中间，000。
记得哦，这个前后双引号一定要打哦，没打不行哦，因为它要一个 test 哦。哦，好，那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哦，里面就是084了。哎，特别重要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到的就是真实的资料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 test 呢跟刚刚的公式融合在一起，怎么做？一等于什么？09一样嘛，哈，这个前面都一样。and 这个储存格，在 and 一个减的符号，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后面这里，刚刚是用 REPT 对不对？哈，现在的话就是插入函数用 test value 这个 format test 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000，好，按确定，完成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哎，如果比起来的话，REPT 加上 LE 好像比较麻烦呢。然后这个相对有没有比较简单，而且简单多了哦。OK 哈，所以这是一个格式化。那后面怎么做？一样嘛，把这个 end 哈到尾巴复制贴到这边来，再把这个改成什么？改成 H 不就好了？再打勾，向下填满，大功告成啊！这个可以把它 delete 掉。好。所以哈，如果当然刚刚的方法可以啦，可是这个方法如果比起来，你当然两个比，你一定会用这个方法吧？相对的会比较简单哦，而且简单许多哈。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哈，这个地方如何把这个刚刚的 REPT 哈再改用成 LEN，OK 哦，这边说这个还改成啊，记得哦，拖拉加 Ctrl 键哦过来，然后把它怎么样用 test 函数试试看。啊，最后哈，今天大概就是把这个档案存档，存完之后的话哈，就直接关闭之后呢，你就把这个档案哦一样哦，所以刚刚如果你已经传上去的话，你就再把它删掉，直接怎么样，再把这个档哦直接再上传上去就可以了。OK 哈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今天的作业练习哦，来画面呢再还给各位一下哈。